新店战神灾了，模范警察违法搜车被起诉。你让我，我有办法啊！我假释人口又怎么样啊？我没有做错事情啊！我在那边跟人家聊天有错吗？只因为假释就被警员违法搜索，在大街上就这样脱光上衣，难怪林姓男子超生气。违法搜索的竟然还是模范警员。在新店分局深坑所任职的许哲维有酒驾克星之称，曾在四年取缔300件酒驾，获颁模范警察，还曾为了追酒驾被告跟着一起跳进草丛而受伤，超级拼命。但他去年底发现因毒品案假释的林姓男子将车辆停放路边，上前盘查，要求搜索车辆。警察找我麻烦啊，警察找我麻烦，看我警察动手动脚啊。来，我再给你看，我如果车上没有东西，我就叫你们来。结果车上没有任何违禁品，影片被抛网后，许哲维因此被告发涉嫌违法搜索。检察官勘验密录器，发现许男没有搜索票，林男也没同意搜索，认定许哲维涉犯妨害自由罪，将他起诉。对此，新店分局回应，将全力提供许哲维法律协助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